按一下我的轮胎，彻底掉。把那个架子放上，我们爆胎了。这咋办？我现在看一看吧。轮胎扁了。我看啊，它原来没倒。啊？原来也没倒，那不能把它。什么意思？再练一下。呀，有人来帮我们了。又来了两辆车，没事，哦，太感动了，就是每一辆车都会被你停留的这种，特别感动。他们三辆车都帮我停了，来，到。刚刚漏气漏得太快了，是哪里破了？我们现在要赶紧把这个备胎换下来，这个备胎都已经开始鼓包了。哥哥，再把这个备胎换下来。啊？啊，这边。牛一生的敬意。你这是啥？熊不凶，他不凶，他就是看到牛了。哪里？哦，看到牛了。你怎么见到牛你就收不住嘴？你俩面子啊？五六条狗，那个黑色的也是啊，那个也是。这是什么狗？哦，长得跟柯基一样。我说去，我们要把我们那个来州红也收了吧。把什么？那个来州红。什么来州红？哦，跟杜飞差不多吧？那个跟杜飞差不多。啊，看照片，挣了。哦，这个你们俩收不收吧？这收了把我收了，收不了了，养不起。这个黑狗好厉害的，据说是打遍了十几只狗，然后现在看到老黑死了。这个老黑怂了呀，早上还去打架了。今天粉丝到10万了，我现在就要出门给大家买礼物了。你们都想要什么呀？快把你们想要的东西都摆在评论区吧。那我们现在就出门了。